你好，我是李阳，我们今天要去打风之神兽。你会让我们回血玉在那个竞技场那边玩。竞技场那边，这里会有一个鸟人，你跟他讲话，你就要选第一个，要去射中五个标靶，射中五个标靶。再说三二一，开始。我们现在要射五个标靶，要射了，他会帮你加精力。你在飞的时候，他就会帮你加精力。你要再射，你要射到五个标靶，限制时间三分钟而已。没有射到就重新，再射。要注意时间。现在已经射三个标靶了，好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射到了，就可以回去。好，他现在送我们一百攻，就送我们一百攻，一百攻。28级的弓，再跟他讲话，我换上这把弓，跟他讲话。他现在会送你20支爆弹箭。好，他这边会送我们20支爆弹箭，20支。好，今天非常的，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的血衣。他会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你只要回答。回答这个问题。是掉到这种的吗？差不多要出发了，有人会背我们上去。我们要去打风之神兽，他要载我们上去，他载我们上去了，这里会有上升器的。用爆弹箭射爆那个炮台，可以射爆那个炮台。射那个炮台，把四个炮台打爆之后，就可以进入神兽。对呀。好，这四个炮台都被我们打爆了。好，我们要进去了，要进去了，进入神兽体内，进去了。那个鸟人在飞，林克要飞到那里。OK， 要降落了。降落。OK， 降落了。降落了。降落了。好，这里会有一个可以刷的，就把它刷。这里就是成为传送点。传送点。見たことある。对，这是传送点。对。好，这里是传送点的。我要去打败梅德。OK。这里会有一个眼睛。構造を示したマップを手に入れてごらんよ。这里会有一个地图。这里会有地图，这里就是地图。OK， 我们要进去了，打爆这个眼睛，先用换上一般键射那个眼睛，换上25的弓，射爆那个眼睛，射，呼，射到了，爆掉，
OK， 这里就会成为上升器哦。上升器哦，飞上去，太那个小力了。再用，再爬上去，爬上去 ，OK， 再用一次，飞到二楼了。好，飞 ，OK， 飞到这里了。这里会有一个宝箱，这里有一个眼睛，射爆它。这里就变成宝箱装的古代核心。好，飞下去了。这里有一只守护者，放在我们的镜子去。在那里打镜子，打再打，要一直打哈，再打再打，把它打爆掉。换37级的剑，哇，打啊打，哦，它爆掉了。好，这就是地图。地图开了，要增加地图哦。好 ，OK， 增加地图了，神兽的地图。更多加力图。よし。OK。真珠のマップを手に入れて。我已经开了神兽地图。マップをよく見なよ。光ってる印が真珠バメドを制御する端末だ。好。マジ。我已经开了地图，然后去开控制器了。OK。我们去那个啥。飞过去，对啊，OK， 可以游过去，跳，跳，可以，好，这里再飞啊，飞到那个宝箱那边。哦，打到了趴。好，这里可以出去。好。OK。我知道。这里会看到，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刷的，就直接用降落伞飞过去就好了。飞到了，好刷 ，OK， 刷到第一个控制器了，还剩四个控制器。这里，先把它调成这样 ，OK， 调了视角。那里有一些眼珠，等一下我们要把它射掉。OK， 我们要飞过去哦。OK， 飞过去，那里会有一颗眼珠，把它射掉，把它射掉，射到。OK， 眼珠爆掉了。这里会有一个眼珠，里面纠缠一个宝箱。这里有一个眼珠，射，爆掉。OK， 打开宝箱，里面装古代动船，古代转动炉，也是一个40元的东西。我飞上去。
安静。OK， 弄到了。好，这里会有这个转下。转动了。好，我现在要放炸弹这里，放炸弹，放炸弹。先把它调成这样，调错了。好，再把它调回来。OK， 可以放炸弹，放在太上面了。OK， 再放一次。OK， 放掉，炸掉。然后打这个东西，就有风。你再放颗炸弹进去，再放颗炸弹进去，放进去，就沿着这里走。风会吹过去，炸！这里就有一个球，然后再把它调一下。OK， 调成这样子，那颗球就会滚过来。我就用磁力把它吸掉。弄到了，把吸过来，吸到这里。OK， 再调一下。OK， 对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那就会过去，那门就会开启了。OK， 进去这个门，进去这个门，这里又有一个刷的，可以刷。现在还剩下三个。残りの制御端末はあと三。OK。ほら、まだまだ。再去刷刚才那个。再调。过去，飞到这里 ，OK， 再刷这个 ，OK， 还剩下两个，还剩两个，我们要去刚才那个没有饲料那个眼睛的地方。这里已经没有东西了。OK， 把调成平的。这里没有东西。好，走。OK， 我们走掉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里。我要去下面那个门，先把那个弄过来。OK， 我飞下去那个门，喂，降落伞，对，飞到这里，用降落伞飞上去。
OK， 我要去。OK， 走。OK， 走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下面那个门，先把这个移过来。再把那个吸过来。好，这个门进去，好像不是这个门。这个门这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现在没有东西。那里有一个讨厌的眼睛，我要去把它射掉。要放上箭去射它，这个眼睛要把它射掉，这个眼睛射掉了，没有东西，这里会有一个这个气上升气流，会飞上去，OK， 那个门好像没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再进去。去另外一个门，我去另外一个门哦。我现在去另外一个门，这里有那个，那个还没拿，那个很难射爆那个眼睛，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调回来，调错边的，再把它调回来 ，OK， 调回来了。滑下去了，我们滑下去了，上不去，上来了 ，OK， 再调一下那个承受，我调承受了，用箭射那个眼睛，那颗眼睛很难射，用打的吗？射一箭，小一箭，当当兵当。OK， 我没有射到，不可能穿过去。粘土，那粘土呢？这个很难吗？射。那粘土，再把它调回来，再射一次。调错了 ，OK， 调回来了。看射不射得到？救我的这本，救我的这本，我的这本。射不到，你眼睛很难射。我再调过来 ，OK， 再调一次，再射一次，射到了，我们射到那个，呜。我可以出去 ，OK， 好，走错边的，走错边的，好，我们再走，走到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可以刷操控器，这是第四个。还剩下最后一个操控器了，这个门就会打开。说完这个，这个门就会打开，这个门就会打开。好，这里先，这里会有一个，那个小骨头，
骨头来攻击我。是，那个骨头爆掉，看这个东西，就有风出来。这个东西用静止器。OK。静止器。对。这个东西静止，那个东西用剑去砍它，砍它，一直砍，砍四下就好了。它就会飞到那里，这个最后一个控制器就会打开。你再去拿那个控制器，好，控制器最后一个、哦，把它刷掉。来，把那个控制器刷掉了，最后一个。我们要去找主控了，就是最上边那层。你叫下边。最上边那层，有一个大妖怪，最上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最上边，那层刷。OK， 我们换成爆炸剑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好，飞过去。OK， 好。去这里，又换成平面的，因为平面比较好打。这是主控，刷去恶魔出来，恶魔，明明就是大妖怪。要把这只打爆，还把它是枪，不是用剑射它或者是，最好是要用炸弹剑或雷剑射它。我现在用炸弹剑射它。百年前，僕油断しちゃってさ、ガノンが作ったそいつにやられたんだ。まあ本当はいい。我要射那只哦。僕のあだ討ち頼んだよ。好。我要炸剑射他，看他只会走。好，射，扣我出血，他射后。他用那个枪射的。OK， 他的第二形态要来了。第二形态，不是我第二形态，他会叫伙伴出来。因为他叫四个伙伴，这四只小小的怪物，我们再换一下，换成雷剑。
射爆了。 OK， 这只神兽被我们打爆了，神兽，风之神兽被打爆了，它会流那个东西出来，很恶心。你会打风之神兽了吗？请在下面留言哦。 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，还有订阅，还有爱你的，下期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1000人订阅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，还有订阅，还有一拜，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